天雪，证据拿到没有？拿到了。为什么每一次你出了事，你都不第一个来找我跟你帮忙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第一个告诉你，你是我老婆，不用说对不起。天雪，你不会有事的。 天雪，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？啊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天雪。志远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嫁给我是不是只是为了追查真相？有没有一点爱过我？哪怕是一点点。 早就爱上你了，天雪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哥，我在。如果我有事，你答应我，帮我照顾志远。志远是你的女人，你要自己照顾。 你要自己照顾他，你知道吗？天真的事情，跟我妈妈真的没有关系，只是个意外。这么多年，我就想好好当你的弟弟，去补偿你。你可原谅我吗？ 好久没有叫你哥，也好久没有叫我弟弟。你可以叫我一声弟弟吗？哥，弟弟，弟弟，天雪，天雪。 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我是方天旭，这个礼物是我老爸让我送给你，还有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反正我都要光明正大的迎娶你，你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是不可能让你再受任何的委屈的。 我也不是以前的方天雪，无论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面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，不会让人再欺负你。